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种植百合花的。我今天呢买到这个比较新款的百合花，它们是多花瓣型的。这个是粉红色的。它的包装呢总共是有三个球茎的。那我看看他们的说明。首先呢，它是说3至5月份种植的，7至9月份呢是开花的。那它那个要种在半阴的地方。它的种植距离呢要25至30厘米。深度呢，要8厘米。它的植株呢，会生长到80至100厘米。我今天呢，就是用盆栽的。我首先用这个瓦盆来种的。我这个瓦盆呢，是30厘米直径。它的底下呢，我首先垫了一些发泡胶。那我今天就打开这个种子包给你们看看。这个粉色的呢，还没有有芽，总共有3颗的。另外这个黄色大朵的呢，已经发芽了，而且它的芽都很长了。我今天就埋上这个花岩土，普通的花岩土都可以了。每边呢，就种上一颗先。不要太近的距离。根据种子包的说明呢，要种植的深度高是8厘米。我查了一下网，也是要种得很深的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